那个泰鲁格族话、德鲁古话哈，跨沙小看什么看？德鲁古话怎么讲？马诺卡丹苏，那你帮，你帮我。达安苏。梦为浓，你浇了水，爱在背后往前推。当我抬起头，才发觉我是不是忘了谁？累到整夜不能睡。慢一点，拉长音。门呢？门呢？嗯，你帽子可以拿下，比较帅一点。那那个剑怎么讲？夫妻啊？夫妻，夫妻。很准怎么讲？很准。来，就说吧的。那是日语吗？好，你再念一次。买九十八来，买九十八来啊！射中了怎么讲？啊，射中了。啊，我不能打啊，我不能打，我不能。啊，那个直的怎么讲？马苏古啊，马苏古，马苏度，马苏古，马苏度。歪掉了呢？马里吉的，马里吉，马里吉。那个如果是弯的怎么讲？有时候他们做那个竹篓要弯，不是歪，弯要弯，就是也是一样，是弯是马里吉，也是这样，也是马里吉，马里吉，马里吉。对啊、哦，那个很长怎么讲？巴巴佬，啊，巴巴佬，不还是吗？啊，不还是吗？巴巴佬。巴巴佬，很粗呢。Her 啊，这一次。Her 个 Her 个 Her， 哎，很细。美丽网，美丽网，啊，那个这个弦和这个绳子怎么讲 ？Washing，washing，washing， 很紧怎么讲？巴来巴来，巴来巴来，很松呢。
很松，很松，红什么大棍？紧是根来的，根来哈，根来巴来哈。松怎么讲？松呢？十六号。那个，握紧怎么讲？你说抓这个弓要握紧哈，握紧。我不会讲过，你跟我弟弟讲好了。握紧怎么讲？米亚曼努。米亚不紧，不紧，不紧，不紧是什么？紧啊，啊紧，要握紧啊。好，那个练习怎么讲？沈都海，沈都海，沈都，沈都古的吗？沈一宝，一宝，一宝，住台北的，长大的，也是一宝，一宝加德鲁古。爸爸是四川人，妈妈是西岭的。哦，四胞了。那个。等一下哈，干你娘，那个德鲁古话可以怎么做翻译？他们黑不不熟。那再帮我拉长音示范一次。他们黑。不熟，干林娘啊，怎么翻？我们阿美族叫达拉，妈妈阿里不顾给伊那一束。超级白怎么翻？大家跟侬比比手。那你再帮我拉长音示范一次。大家跟侬比比手。超级白那怎么翻？超级白直接翻就俺都来不给啊。阿里怎么讲？马鲁，那个动物走有那个足迹，那个足迹怎么讲？杜尔，那个有那个气味怎么讲？根努。我不错，你看，我再问你那样，那个熊叫姑美，姑美，那它会有那个爪痕怎么讲？有时候它会做，我们会拍那个痕迹，它的爪痕。高笋呢？高笋？高笋是抓，它抓过的，它抓过的嘛。高笋，高，再一次慢一点。高笋。哦。爬山怎么讲？爬山，斯特杜亚马。行。斯特杜亚马，爬山。悬崖呢？篱笆。很危险的。德鲁古话不是日语哦。那如果说小心一点怎么讲？小心有蛇，小心要注意一下。就是呆难了，就是呆是看的意思。看，注意了。啊，注意了，要小心了。那个陷阱怎么讲？偷歪的这样。陷阱怎么讲？因为没出他。陷阱的当儿。啊？当儿。啊。那个。你犯贱，我不屑。你犯贱，我不屑。剩下的文字单字的话，只剩下100多个字而已。100多个字。对，因为以前流露的部分有没有，有的都没有保存起来，然后一些祈祷有没有，都已经过世了。杜刚家兵，杜刚家兵，更问计，更问计，杀鹰不少是没有，无度骂你鬼鬼，老嘎扎来，黑老老鹰。一束瓜啦，一马行的暗木，一把瓦呀，你敢阿皮马愤怒？
然后黑本啊山怎么落寞Bayu temalung sekarang kucing. Bunga sayur su. Bunga sayur su. Hua sufa un. Bunga sayur mu. 掉下去了怎么讲？掉下去，我都谨慎掉下去掉。那如果他摔到山崖掉下去了呢？Terbok, liba. Jenis apa? Tujuh liba. Tujuh liba. Aji de terbok. Ini semua tujuh liba. Tujuh liba. Tid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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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dak.我要休息一下啊，再一分钟就好，没有气了再帮你加讲。嗯啊，是气的，是啊，嗯啊是没有，没有心跳了怎么讲？我们的啊，心脏是稳定的，三一，啊只有心脏啊，还是日语啊，心脏。因为没有防护的话，所以挖了我出来心脏，杀猪会有那个心脏啊、肝啊，我一时忘记了啦。好，这是很厉害，怎么讲？很多种方法，很多种讲。那个泰鲁格族话、德鲁古话哈，跨沙小看什么看？德鲁古话怎么讲？马诺卡丹苏，那你帮我。答案数梦为努力浇了水还在背后往前推当我抬起头才发觉我是不是忘了谁累到整夜不能睡很厉害就是很厉害对呀、啊，那讲女生漂亮也是那个身材，讲刚果是可以讲身材很好嘛，是吧？行为，啊、行为，言行不是身材，是行为。哦。你们是刀赛哈、哦？刀赛来的。哦，那个那算讲都打语系哈、哦。我们是都打语系的。那是念都打还是都打？都打，都打。我们那边念都打，这边念都打。哦。南投念都打。那个我这边念都的，我们那边念，我们这边都的，我们这边念都的。你们哪一些字跟那个德克达雅跟德国不一样？给我介绍一下，有些发音不一样。生活用字，鼻子怎么讲？舒缓啊，舒缓，舒缓。还有哪一些不一样的？床怎么讲？拉宝，拉什么？拉宝，拉宝。还有女人。德国叫忽悠嘛，那你们叫狐狸精。干你娘，那个德鲁古话可以怎么做翻译？他们黑不不熟。那再帮我拉长音示范一次。他们黑。不不熟，干你娘！怎么翻？
我们阿美族就打了，妈妈阿里不顾给伊那一束。超级白怎么翻？大家跟努比比数。那你再帮我拉长音示范一次。大家跟努比比数。超级白那怎么翻？超级白直接翻就是俺都来不给啊。那、啊、你们那个做爱怎么讲一样吗？忙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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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爱呢？比如我叫邓木嘛，我们比较含蓄一点，忙啊，忙啊，那个太阳好像叫啊，门雷，门什么？门雷，你再帮我念一次，嗯，就那个声音，门雷波尔。哎，不，这一次慢一点。你讲错了。不是太远，那个声音受不了。再帮你，你去前面一点，比较不好意思讲。发音一下，教学。Behavior。弟弟，你念一次好吧？你几年？国一。哦，国一。有上健康教育哈？有。有哈？哎，你们男生的也是叫乌达斯吗？女生叫 BB。乌诺和一样吗？哎，那个达样叫布布。哦。那个你是国一哈？你有上母语课吗？有没有上母语课？哎，你小时候会路过你吗？你不是住部落的吗？是啊。我没有拍过你。还是你在外面念书？我来。你犯贱！我不屑！你犯。用台语帮我翻译哈，好，就是那个爪威龙啊，或者是邦卡里面哈，他们有些会生气哈，他那个闽南语比较通俗的是干你娘，那个要怎么翻成翻译成中文？他们不熟，他们不熟。那个靠北就是指哭爸爸哦，靠北要怎么翻？人民是大马，啊，人民是大马，哭怎么讲？人民是的啊，人民是的民是，嗯，然后那个靠腰怎么讲？腰就是肚子饿，哭肚子饿，靠腰，哭肚子饿，嗯，对，哦，我的名是欧瑞，那个超级白要怎么翻？跟我们去那边。你家那个画沙小怎么讲？那画沙小。马六单手。那画沙小。马六单手。那画沙小。马六单手。那个保险套可以怎么形容？你用说那个鱼的话叫嘎巴，嘎巴乌德斯，嘎巴乌德斯，那就是鱼啊。嘎巴是鱼意思。如果有那个套子的这个形容词，这个字吗？套子，没有，我真没听过呢。那个打手枪怎么讲？自卫。什么打手？啊？什么打手？一把。什么打手？什么打手？打篮球。那个如果说口交要怎么讲？我们都打手。但是干是嘴巴吃啊。但是。那女生的要叫一个弟弟，弟弟是舔那个、啊。那个，如果说他有那个卫生安全宣导哈，做爱要全程使用保险套，德鲁普话怎么翻？哦，那现在么多会有阿德斯卡巴啥？对啊。好，讲那个男生很猛，很猛怎么讲？特别。啊，哎不了，大家不了，哎厉害的意思。哦，如果说那个男生做爱很厉害，怎么讲？大家不了怎么回事？哦，
做爱很厉害，怎么讲？那不要这么复杂。做爱很厉害，怎么讲？那不要这么复杂。你，我来问一点，不会就跳过哈。眼睛，眼睛怎么念？等一下，我等一下叫那个大哥教你。我先看你程度，眼睛不会的时候不会。好，鼻子，鼻子啊。好，嘴巴。那个头，嘟噜，头发，冬天才有三家嘛，牙齿，啊会，你看镜头不会就不会，我快快打，不会，啊那个舌头，不会，手，娃娃，脚，嘎嘎，睡觉，吃饭，不该叫，太阳，黑掉，月亮。水，啊，水，那个河流那个水，下雨，鱼，狗会吗？狗不会讲，牛，你是念哪个国中？玉林，啊，台中，哪一间？中山有母语课吗？刚升国一，还不晓得。那国小是念哪里？台中啊，一样台中。你是爸爸妈妈都赛德克还是混血？爸爸赛德克，然后爸爸布农族。妈妈是哪边的布农？太平。卓溪乡太平村。对。哦，那你赛德克话比较熟，还是布农话比较熟？赛德克。哦。要安全性行为，性行为怎么讲？没到啊？是这样讲吗？啊？那是另外一个灯母的意思吗？灯母跟没什么没到。没挡是也是灯母的意思，那个是用在哪里？更粗，那是更粗语。哦，那个是更风趣的讲法的，应该讲更风趣的讲法。对对，更风趣。哦，没挡。再帮我翻译一次标准。没挡。谢谢哈。不会，等一下我上。梦为努力浇了水，还在。我是不是忘了谁？累到整夜不能睡。那国小有母语课吗？有。有上什么母语课？哪一间国小？大南国小。台中吗？还是台东？台中。他有上赛德克，是南投那边的老师下来的吗？仁爱乡的。台中的。你是那个台中的？欸、对了，南投的。南投的赛德克来教的吗？对。哦，老师的名字叫什么？高嘉瑜。女的吗？对啊。她是哪一村？她一样跟我住台中。她的老家是哪一村知道吗？南投。南投仁爱乡哪一村？不知道。那你们学校母语老师都那个原住民多不多？啊？你们学校的原住民多不多？还好，不多。那我请那个大，这是爸爸吗？大伯，大伯。这个越南的，妈妈。那个，大哥，你教他两句就好嘛。那个，你叫什么名字？怎么讲？伊玛韩恩叔。再念一次。伊玛韩恩叔。你用那个手机录影，你对着大伯录一段。你用这个录影学，你拍他，我拍你，我问两句就好。大哥，那个你要去哪里？怎么讲？摩萨苏伊努。来讲一遍。摩萨苏伊努。你镜头不要拿掉。对，两句哈。那个你吃过饭了吗？但是一刀都好。再问一次，什么？那个你吃过饭了吗？我甘肃一刀都好，我甘肃一刀都好。好，最后句号，那个你什么时候回家？我就是不能下班。不能死。
男生那个打手枪怎么翻？门拉瓦乌达。门呢？门拉瓦。门拉瓦是碗哦。门拉瓦乌达。抠鼻比那个怎么翻？有些男生会帮女生助兴，会去那个抠鼻比哦，像那个调情啊。那那个怎么讲？那个抠怎么讲？是用挖吗？还是用这个？那叫抠。这个。那叫抠。这个。那叫抠。不要藏起来，快点，赶快教学。好像是 Gamali 啊，好像是 Gamali BB。Gamali BB，Gamali 就是抠的意思。哦。好，那个有录哈，有啊，你可以暂停。那你下次就用这个手机去录老人家长辈母语，这样比较简单哈，懂吗？好，那个谢谢会不会讲赛德克话，或者是布农话？谢谢，我不会。谢谢吴尼朗是不是？布农话叫吴尼朗。那个是布农族的。可是赛德克叫也是叫蒙侯外吗？蒙侯外苏巴莱。有没有德鲁古或赛德克的名字？啊，不，有没有赛德克或布农的名字？狼啊，狼啊，狼啊。那你会不会想把赛德克或布农话学好？很想还是还好？不想。你会不会想把赛德克话或布农话学好？很想，还好，还是不想？很想，很想哈，还好。那多用手机、平板跟这个录影机，去买一台。你们那个老人家有跟你们住在一起吗？没有。好，那有空拿那个多录哈。等一下有空再请附近的长辈再教你哈。好，谢谢，怎么讲？好，那我就先录到这边啊。好。干你娘的！不然你想怎样？你还想把人家送给我？他妈不想！干你有没有感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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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你娘！那个德鲁古话可以怎么做翻译？他们黑波波手。那再帮我拉长音示范一次。他们黑波波手。干你娘啊！怎么翻？我们阿美只有打了，妈妈阿里不顾给伊那一束。超级白怎么翻？大家跟侬比比手。那你再帮我拉长音示范一次。大家跟我比比手，超级白那怎么翻？超级白直接翻就俺都来不记啊。如果那个干你娘要怎么翻？哦，翻译哦，就帮没，先听我讲啊。我们就不记啊，就最简单。就人家讲三个字干你娘，我们太想就没有。就字面上翻出来要怎么翻？干你娘哈，九问雅雅数。哦，超级白要怎么翻？超级白是九问比比，阳痿怎么讲？可是我不懂哎，没听过，我也没经验。那个做爱怎么讲？英文是 make love 那个做爱。make love 对。Yeah OK。啊？九路，你直接讲麦先大声点。九路。九路。给。啊，詹尼斯。九路。九路。那如果说那个有时候他们两个瓜牛会在那边交配哈，那个黏在一起，那个交配怎么讲？哇！哈哈哈哈哈哈！你这我对呀、啊。在交配的时候呀，那个叫罗罗。大哥。在交配的时候呀，那个叫罗罗。
吴大师明明他姓吴的大师啊，他妈妈的啊不，他的老婆叫冰冰哎。哦。他姓吴叫大师。啊，吴大师。他的叫冰冰哎，吴大师冰冰。夫妻，人家所谓的夫妻就是咸康力啊，就叫做吴大师冰冰。这个跟那个生殖器官方面会比较有接触性的。啊，真的吗？对。那为什么会把它直接写在那上面呢？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大哥，坏，为什么你会把那个东西写出来的？对，海绵体的啊 ，B B 是洞口。对，桃山村的，不好意思，扯远了。桃山村的隧道是不是？斯瓦山古村啊，哦，那个德鲁古的弓箭怎么讲？弓箭是吧？弓箭，弓箭，我是瞄的很亮，很亮，很亮，很亮。那个箭怎么讲？那一根射出去的。箭的，那个那个那个木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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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弓是蛮亮。那个那条线呢？要拉的那个线。拉西，拉西。那个拉布是个拉布。拉布是什么？花生。花生啊。花生。嗯。我可以借坐一下吗？对啊对啊。那个很厉害。很厉害，怎么样？哎，不是，哎，不是，不拉手。懂他的那个？那个如果说很弱，怎么讲？很没有用。那是摸尾短。那是摸尾。那是摸尾。摸尾是吧嘞？啊。哎，那个，剥花生，剥怎么讲？剥花生。阿米吉，大家等一下。阿米吉，等我一下。跟米 list， 跟米 list， 哎，跟米 list， 哎，花生怎么讲？塔拉布斯。跟米 list， 跟米 list， 塔拉布斯。跟米 list， 塔拉布斯。布列斯蒂。布列斯蒂。要安全性行为，性行为怎么讲？没打。啊，是这样讲吗？啊，那是另外一个德姆的意思吗？啊，德姆，跟没什么。没打。没打是也是德姆的意思。那个是用在哪里？更粗鲁，那是更粗鲁。哦，那个是更那个是更风趣的讲法的，应该讲更风趣的讲法。对对，更风趣。哦，没打。再帮我翻译一次标准。没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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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打。谢谢哈。不会，等一下我上。我为努力浇了水，还在背后往前推。我才发觉我是不是忘了谁，累到整夜不能睡。好吃怎么讲？有荤啊，有荤，很好吃怎么讲？买了荤，买了荤哈，很香呢。那怎么讲？麻跟肉。他们那个河中讲马路比更怒，差不多那个意思，该更怒啊！你是刀仔的还是吴村都的？好，那个山里部落的嘛。对。那个他那边有那个桥哦，那个桥，那个高桥。桥怎么讲桥？哈狗。哈狗，那是日语吗？啊？那个是日语还是都的的话？我也不知道的。那个过桥怎么讲？过桥。毛达嘎哈狗。啊？毛达嘎哈狗。毛达。毛达嘎哈狗。毛达嘎哈狗。哦。那个。很危险，你讲。
我们讲的是我们讲的讲的是你要先那个有毒怎么讲你还毒苦你还毒苦毒苦是毒那个是赛德克话还是这应该是赛德克男生那个打手枪怎么翻？门拉瓦乌达。门哪？门拉瓦。门拉瓦是碗。乌达。门拉瓦乌达。Kobe 比那个怎么翻？有些男生会帮女生助兴，会去那个 Kobe 比哦，叫那个调情啊。那那个怎么讲？那个抠怎么讲？是用挖吗？还是用这个？那叫抠。这个。那叫抠。这个。那叫抠。不要藏起来，快点，赶快教学。好像是 money 啊，好像是 money baby。跟 money baby， 跟 money 就是抠的意思，哦。如果爸爸妈妈要认真工作怎么讲？他们你就照你们那边的讲法就好，就爸爸妈妈要努力工作。他们不不，这边很棒。他们不不，这边很棒。要给，一定要给小孩子念书。要不听听回答很。那个，一定要强迫小孩子学赛德克话、都达话。要逼小孩子学。要不听听回答很。那个。不要酗酒。那个什么，那个在的话，那个痛风时也是叫布鲁吗？布鲁。那个肝硬化怎么讲？肝硬了怎么讲？你犯贱，我不屑。你犯贱，我不屑。那他刚刚讲说他那个冠军的那个动作怎么讲？冠军那个自卫的动作怎么讲？张子举三里令啊，不然怎么讲？三里令啊，张子举三里令啊，不然怎么讲？三里令啊。张子举三里令啊，不然怎么讲三里令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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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请问一下哈，那个泰鲁格族话、德鲁古话哈，那个狗屎怎么讲？狗屎好脸。你再帮我发音一次，慢一点。狗屎好脸。狗屎好脸。对。好，谢谢。狗大便。狗大便，狗屎哈。好，谢谢谢谢。好，大哥请教一下哈，那个泰鲁格族话、德鲁古话哈，跨沙小看什么看？德鲁古话怎么讲？马诺卡丹苏。那你帮我。达安苏。你再帮我放慢拉长一次哈。马诺卡达安苏。马诺卡达安苏。对对。好，谢谢哈。那个，请问一下。泰鲁格族话、德鲁古话哈，偷 K 兄、偷男人怎么念？格莫威斯脑。那帮我拉长音，放慢一次。格莫威斯脑。格莫威斯脑。好，门开始吧，来，谢谢哈。德鲁古话那个很香，怎么讲？很香，马路草菜。草菜。草菜。
malu malu bikin putas malu malu bikin fitnya baik tak煮饭呢阿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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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欧吉阿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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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是坏掉，那个硬掉怎么讲？硬，那个肝怎么讲？像我们杀猪会有那个猪肝哦。卤味，哦，那个卤味，过来卤味啊。等一下，想一下，报一下你那个督达的名字吗？巴拉斯，巴拉斯。巴拉斯伊玛，杜尚，我的 Bucky 也叫巴拉斯，他说那个刮到会很痒的那个是吧？对，就是痒痒刺刺的那个叫巴拉斯吗？对，大叶子那个，很大的那个叶子，大的，因为我妈妈叫杜米巴拉斯，我 Bucky 叫巴拉斯，那个有时候蚊子叮会很痒，那个很痒怎么讲？等于叫 Pleka， 我们是讲 Pleka， 蚊子。肉脚是脏的 ，Pleka 是很痒 ，Pleka 是蚊子。哦，那个如果这样，不要去抓，小朋友在抓就不要去抓，怎么讲？有注意的。对。Ini ya kau hi, ya kau hi, ya kau hi, oh, ya kua. 那个，你可不可以再介绍一点那个 Duda 跟 Dagdaya 跟 Deluku 不一样的字有什么？平常生活用语有不一样的讲法。要安全性行为，性行为怎么讲？没打啊？是这样讲吗？啊，那是另外一个灯母的意思吗？灯母，跟没什么，没打，没打是也是灯母的意思。那个是用在哪里？更粗，那是更粗语。哦，那个是更风趣的讲法的啊，应该讲更风趣的讲法。对，更风趣。哦，没打。再帮我翻译一次标准。没打。谢谢哈。不会，等下我上。梦为浓，你浇了水，爱在背后往前推。当我抬起头，才发觉我是不是忘了谁，累到整夜。不是限制几号，他刚刚讲说那个 Duda 的那个 demo 怎么讲，忘记了，帮我再教一下。你们的怎么讲？再教我一次。你们的 demo 怎么讲？我们的 demo 是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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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啊，黑布。哦，怎么那么难？对啊。那个。亲怎么讲？有时候八姨会亲孙子，那个亲怎么讲 ？Yes, kitty。那个是日语吧？没有啊。亲呢 ？Skibby。那舌头怎么讲？很马。哎，给的。Skibby 很马，可以讲舌吻吗 ？Skibby 八姨。不是那个。舌吻怎么办？没有舌吻。Skibby 很马。懂舌纹的，没有翻译啊。翻译一下舌纹。你要问那个张老。你问那个头一股那个，人家一手，他比较知道了。有一个头一股的那个，他最近在舌纹。来背了，来背了。Bless。
就装傻。那个装傻的如果话怎么讲？装傻。啊，装傻。假装不知道这样。你就卖 gay 啊？那个装怎么讲？Menangi ni kita. Menangi 是 Menangi 假装。哦，假装不知道 ini kita. Ini kita. Menangi ini kita. Kita. Menangi 是假装的意思。Menangi ni kita. Menangi ini kita. Kita. 哦。Menangi bibi 叫 gay 吗？啊。Menangi bibi 叫 gay 吗？啊，Menangi Bibi 叫 gay 吗？啊，哈哈哈哈哈。那么现在讲说 gay 吧，就是又假又鸡掰，叫 Menangi Bibi 就 gay 吧，可以这样翻吗？不行不行。那个德鲁古话讲那个不好的女生叫英白哦，德鲁古话讲有一些不好的女生叫英白哦，你们的怎么讲？他知道，他知道，舌吻怎么翻译？舌吻，舌吻，舌吻怎么讲？舌吻就这样，舌吻，舌吻，翻译一下。那个歹燕叫。歹燕郭玉啊，歹燕。不是不是。那个，我们还有什么那个都拉跟卡斯卡亚跟德鲁古不一样的讲法？你可以介绍几个比较生活用语不一样的。像我们吃的碗，我们讲，我们讲瓶子啊。我们讲书本，书家叫书本，他们讲鸡肉，原来那一边的，我不知道，不晓得是什么，知道书家跟那个大陆的那个书本鸡肉，书本，你们的叫。书板，他们是拎偶，如果要拎偶。你犯贱，我不屑。你犯贱，我不屑。险套这个产品的鲁古话怎么形容？我是偷敢告诉的你，偷敢告诉的保护的你，哈库切阿乌内切切，努达哈库阿乌内说，没得哎，那么长？哈库阿乌内说哎，努我说过来说，啊，我听我的话音啊，这不你没得哎，可以怎么讲？我还过很多年，还过年薪的，我要包钱嘛。那简短的怎么讲？啊？帮我翻译一次，保险套怎么讲？讲德国话。保险套，如果用个，如果用个，不得什么。如果用个，不得什么。还是年薪的。我还说人性的，人性的，还是包五万的。妈的，我打死那个，打死那个，还是包五万的。这一句话打死那个，也不打死，打死。
日本一个大什么没有打开到日本一是包的意思那个包外是的日本一是包的意思吗啊日本一个是包对日本一个大什么大什么我们这边讲的啊日本一个大什么日本一个娘行这样就好了那个比较是比较老的那个嘛，有一个娘母，还是放五十的。哦。有一个娘母呢，还是放五十的。哦。红棍。对。哦，勃起来了，硬起来呀！你要说硬起来。那个、硬还是怎样？这勃起了。硬起来，勃起。都对的。都对的。哎，都对我这手的。用都对吗？哎，都对我这手的。哦，那如果说那个要怀孕射精，那个射精要怎么讲？哎，怀孕这个。啊？怀孕。不是男生那个射精要怎么讲？哦，老大乌达什。老大。乌达什。老大乌达什。嗯。那个卵子跟精子，那个精子要怎么讲？这样，人家老大乌达什。不是那个精子要怎么讲？对啊，有大欧的，有大欧的。哇！那这个，男，他那个精子那个出来了嘛？有大欧的，哎呀，老厉害！你放箭，我不屑。你放。比武大师，武大师比一比，预备，好，开始。武大师比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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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大师比比。武大师比比，还没吗？我还没。我的，好强！哈哈哈！武度杀印度人，武大师比比，武大师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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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das, 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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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das. Udas, 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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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das. Udas, bi bi Udas 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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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das, bi bi.比比武大师，武大师，比比比比武大师，武大师，比比比比武大师，武大师，比比比比武大师。武大师，比比比比武大师，武大师，比比比比武大师。